咁啊，呢個咧有個朋友急問啊，所以我俾佢問咗先。呢、這個叫武啊，佢就問大唐新能源啊1798嘅，佢話兩個四入咗，佢話係咪摸咗頂啊？策略應該點做咧？唔該曬你嘅。嗱呢只咧，其實你一句講曬，喺上個禮拜咧，我記得有啲二線又好，一線又好，好似新能源啊、光伏啊，其實都有啲炒作嘅。你問我係咪摸咗頂咧？我覺得唔係。首先，因為呢個板塊都已經可以重拾翻啲温度，所以我覺得呢個板塊可以再睇碌嚟少少，唔好用兩三日嚟到去判佢死刑。嗱，均線上面咧，股份就排得好靚仔嘅，十天、二十天、五十天、一百天、二百五十天排得好好。呢、這個已經係確認升浪。咁當然升浪裏頭中間有啲嚇，暫時唞下個情況冇問題。留意翻股份喺1、2月嘅時候咧，就有個前頂喺2.2嗰啲位置嘅。其實因為佢呢浪係衝上去，咁而係只不過係調翻兩日，係落翻嚟2.2呢啲水平咧。其實佢係有條件可以係完成後抽再去破頂咯。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話高追咗1-2毫嘅時候，其實未必是真的高追了啊，俾少少耐性啊，唔好一兩日下跌就太過緊張。如果整體佢係2.2都守到，就唔使擔心。我覺得應該 set 翻個止蝕價，就喺大概2.05啦。最快最快都跌穿2.05咧，先擔心都未遲啦。即係2.05先係咪？你嘅意思係？係咯，即係阿武就你可以參考一下 Stephen 俾你嗰個止蝕價咯，同埋即係佢如果話啊個圖都做得唔錯嘅，咁就呢個行業其實都有唔少人睇好嘅近日，咁都可以即係考慮繼續持有住先啦。咁我哋。